至於停課呢，正如我所講，有人要不斷在網上鼓吹，同埋有咁多嘅蒙面嘅人士出嚟去干擾道路，佢背後嘅目的就係造成一個整個城市停咗落嚟嘅效果啊！即係話，當市民同埋同學都願意或者好熱切想翻工翻學，但因為呢啲嘅阻礙，佢不能夠翻工翻學，但俾人嘅觀感就係我哋香港城市停咗落嚟。所以喺咁嘅前提之下咧，我哋唔可以輕言自己去將某一啲日常嘅活動，甚至係翻學，將佢冒然停咗落嚟嘅。咁當然個別學校有個別嘅情況考慮啦。我今早我都了解到咧，有幾所學校可能因為個別嘅情況咧，佢喺今日係停課啊。我留意到大學喺昨天咧，亦都係公布咗話佢會停課，但係整體。任何政府的決定冒然將香港一些正常的活動停下來呢，將會是跌入了這個圈套裡面，就將我們香港社會造成一種停擺了的現象。更多精彩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。